大家好，我是三五 D 的店长，我叫阿木。那今天很高兴来为你们介绍我们三五 D 餐酒馆。那我们三五 D 是以一个老屋的方式呈现，非常有怀旧的风味。那旁边还有我们附设的体格厂。那餐点的方面，我们主要是以地发料理为主。那个人的地价为180元。另外呢，在我们晚上九点到两点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 lounge bar 的模式。那我们提供的有飞镖机、桌游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好玩的小游戏可以供大家使用。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，包括学生之夜、熟女之夜，或者是畅饮的活动。那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粉丝团关注一下。那之后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的三五丁餐酒馆，谢谢大家。